一和双月刊二十九期文章林业总会张理事长于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大会中贺词中，自一贯道总会会讯181期转载，修己度人就张田编案。本文为一贯道世界总会张理事长于日本一贯道会成立大会中贺词全文。说一贯道乃是先圣先贤默默的真理大道，亦是人生中必须依循的一条光与大道。中庸云，大道者不可须臾离开也，故知大道为人人必之路。如火车在轨，轮船在水，如果火车离轨，轮船离水，必险象环生。同样的道理，人若离开道，在社会将来百年得坠入四生六道的轮回，生死不休。所以孔子才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可见道与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昔是人将置之度外，今天是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之日，很恭喜大家能将一贯道的真理普传给有。说起一贯道的宗旨和当时于至念三年10月30日仿真度与教育维新所颁布的教育语内容是不谋而合，都为就是人心振兴古道，让世间成为孝父母重师道信彭林爱爱国忠士敦品崇礼人人行纲常各个守道德的大和大。最后愿祈求于您上帝赐福大家阖家平安，圣凡如意，大会圆满成功，道路宏展。自一贯会讯181期转载。